小心点，别把妈妈的花弄坏了。好。对了，待会儿就要见到你妈咪了，开心吗？这还用说？慧慧，说话越来越放肆了。待会儿见到你妈咪了，拿她的教训。哼，我妈才不说我呢。臭小子，学会顶嘴。试卷还有编程大赛的获奖证书都准备好了吗？放在包里了。那就好，待会儿见到了妈咪记得给她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记得告诉你妈咪是因为我平时天天督促你学习。冰激凌。好，没问题，只要你乖乖说，冰激凌少不了你。喂，雨，提前落地了。乔燕，对不起啊，我这边临时出了点状况，要转机回德国了。啊，出什么事情了吗？严重吗？没有，就是项目的问题。啊，什么时候才回来啊？快的话一个多月，慢的话……没关系，我跟小宝都在等。对了，小宝也在，要不要跟他说两句？啊，不了不了，哎，那边催我了，你带我亲小宝啊，拜拜。爸不给你做点饭去了。我看来我做的排骨没人吃了。妈咪，小宝，妈咪，妈咪，妈咪，小宝，妈咪，妈咪，妈咪，小宝吗？想，我也好想你。婉菲，先去洗手，啊，去，克制一下你自己。想我了吗？回来了就好。我好想你啊。我也是。小何，现在我把女儿交给你，从今往后你一定要对她好。您放心，我会的。能记住那么多次吗？那过目不忘，成了冷静，随我。这么长啊！昨天晚上在我书房写写画画那么久，没想到准备了这么多。秋时刻，我们满心欢喜，满心。
心住院。宝贝，说重点。好的，妈妈。什么是重点？咱儿子的语文阅读能力看来是不行。小宝，从你是否愿意那句开始。新王，你是否愿意？我愿意。是否愿意？我愿意。那请交换戒指。祝福婚姻，八字还没一撇，我这还有个大龄适婚的姐姐，你就给我吧。你说什么大龄啊？我等等。